各位好，我是晚熊哥，晚熊哥又来介绍刷分啦。这个介绍可能稍微有一点慢，因为这个角色已经出来有点久了，只是我一直觉得他很烦。为什么他很烦呢？给各位看一下，来，我们看一下上面这排字，安提米诺斯现在正出现在决斗中，因为他同时会有两个角色出现在这个决斗世界，那意思就是说你有可能遇到另外一个你不想刷的角色，然后你也有可能遇到是30等的，所以就觉得怎么那么烦，就是要刷分还要在那边等，对，所以我现在要测试就会变得比较麻烦，变成说我要一直用我的决斗宝珠，就觉得很白痴。对，那这个40等的角色，我觉得没有想象，没有很好刷，但是他的卡我也没有特别想要。对，那他的卡带各位简单看一下，有两张新卡，一个是 TG 系列的啦。对，那这张昆虫族协调是以我方场上此卡 TG 同步怪兽为素材时，那可将此卡视为同协调以外的怪兽，它可以当协调或协调以外的怪兽。对，那第二个送入墓地可以特招衍生物。那重点是这个力量角斗士是同步召唤这个怪兽，可以穿破对方的守备力这样子。那场上磁卡被破坏时，从我方牌组抽一张，但是它就是 TG 系列的，要用 TG 协调加协调以外冠有 TG 系列之名的怪兽，所以它没有办法这个非常的这个实用啦。如果它是可以不绑定素材，我觉得就会觉得还不错，因为可以贯穿伤害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来先来看它的牌组组成。好，它的牌组组成长这样子。那基本上各位要小心的卡，简单的说一下，这一张可以炸后台，这一张是攻击力3300最高，这一张是贯穿伤害。对，那其他的就是特招的点，但是还有一。这一张也可以炸，对，但是还有一只我忘记它是那个叫什么，它是哪一只？就是它可以把你的怪兽跟对方的怪兽的控制权做交换，但是因为我是用恶魔邀请做刷分，所以它是没办法指定我的。对，所以这个最麻烦的这个效果我已经处理掉了。那我就是只要处理掉它的大怪是攻击力3300就没有问题了。那我们来看我们的刷分牌吧。好，我们的刷分牌长这样子。想法很简单，就是因为恶魔邀请不会被指定，那你就不会被交换控制权，所以我们就用天使号手搭配墓地漫神做4+2，叫等级6的恶魔邀请，然后再加上简易协调增加攻击力。对，那简易协调非常重要，因为对方的攻击力会超过2500，可能会3300以上。对，所以如果你用简易协调，基本上就会比较稳。那你为什么不用装备卡呢？因为它有一张可以炸后台的同步怪，所以你的守护者之力是会被炸掉的。对，所以我这个守护者之力还是放两张啦，就是因为说怕说还没有抽到简易协调，且可以稍微挡一下。对，好，那另外就放了巴泰鸟之海跟强于之瓶各3张，总共6张做抽牌。对，好，那这个牌我个人觉得是还算蛮稳的，我自己刷个4-5场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如果有什么状况再跟我反映，我们在底下留言区再做这个更正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刷分的实战吧。好，那这一场一样刷给各位看。好，那这个牌的核心就是利用恶魔邀请不会被指定，再加上简易协调来增加攻击力。对，但所以就是要赶快把恶魔邀请，就是天使号手跟简易协调上手，这是一个最大的重点。这样，好，那我们天使号手下之后来直接同步恶魔邀请。那我们现在只要有简易协调再上手就会比较稳。对，所以一定要，我就放了6张可以抽牌的卡，所以希望简易协调可以赶快上手来，这样抽到就没问题。来，那这个简易协调可以盖在后台没关系，等它要炸的时候你就赶快开。那我有放2张守护者之力啦，但是因为它会炸后台，所以变成说你守护者之力你也要小，就是说真的就是。只能挡一时，没有办法挡很久，所以还是要用简易协调会比较稳。
而且有剪翼协调的情况下收尾会比较好收，因为一支就加1900的攻击力。好，那现在基本上就是等一下收尾的时候开剪翼协调增加攻击力，再用随从就可以了。那他会做一大堆同步，不要理他。对，但其实我也蛮怕他用那个十个技术点数来炸我们的，但是我是没有遇到啦。好，那再下一个剪翼协调。好来，那他这个会炸后台，那他炸后台的时候就要赶快开。好来，增加攻击力。好，那这时候他用一个加速，他是用来抽牌的，那基本上还好，对，只要不要炸牌就好。好，那剩下七张，希望能赶快把它结束掉。好，再抽一张，好来，长玉之瓶盖上去，好来，该丢的丢一丢。好来，八太鸟。好，那再抽，准备就可以做收尾了。好来，强玉。好，所以只要恶魔邀请战场，再加一张检验协调，基本上就是算蛮稳的了。对，但就是看他技能不要炸你就没问题了。但是因为很难判断他用技能标准，他大部分都是用技能来抽牌啦。好，那就随从通道，哦不对，联合。好来，一个加速。好，那通招一支增加这个打点，不过其实打点已经够了啦，不用担心。好，那最后就收尾吧。那这副牌出的有点慢，先跟各位说声抱歉，因为最近也比较忙，而且这个 NPC 真的很靠北，就是他的 NPC 有可能会出到另外一个，就很烦，然后你有可能又一直遇不到，这是什么白痴设计？好了，我们再开始看一下几分，好了，8200，好了，看再刷一场，好，那这一场一样再刷给各位看，那记住我讲的就是。天使号手赶快上手，再加上这个简易协调的话，就基本上就算稳一波了。好，他挑一只狼人。好，那4+2来叫恶魔邀请。好，还不能抽，因为我的简易协调还能上手，所以其实现在有点小危险。对，因为他会叫大怪灌死你，他的大怪攻击力有3300。好，那如果我们有简易协调，基本上就会安全很多。好，那我们还抽到2张，真爽。好，那盖一张没关系，就是等他要打的时候，我们再开就好。好，抽。
对，因为动摸对方的同步速度其实也是算蛮快的，所以我只求他不要用十个技术物来炸我。对，但是我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他会用技术。你看他直接抽牌，就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设定好像大部分都是用八个技术物来抽牌，比较不会用十个来炸我。好，那就基本上就是等收尾了。好，该丢了丢了丢。好，来同步之后来再盖。好，那下一个通道来联合。通道。联合。简易协调，开来，哦，有加错了，不过没关系，还是可以破。好，要破要破很简单哦，三张哎。好，来直接加速。好，来直接收尾，那23000没有问题。好，那一样来看分数吧。好，来一样是83000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咯。那希望大家也赶快把这个刷分刷好刷满，因为毕竟这个角色有点难易，但是我个人觉得他的卡目前为止倒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潜力，对，只是就是说能把活动的赶快刷好就是一个重点。好，那我们影片到这啦，我是晚熊哥，如果喜欢影片，请帮我订阅并且分享啦，来准备来去这个把鸡腿面再来泡一波。